谢谢。接下来，李廷珍长，莫火车站那个立李廷珍长，拿到国家卓越建设奖。当你不贪不起，你不会自私自利，很多人愿意跟你。绝对不是唯唯诺诺的，我自己内心有很多主张。这几年来彰化的改变，他透过这些，你一点得到很大的信心。当人有读书，你当成的核桃好重要。你谈很多东西，茶叶也不是饮，茶叶也不是水分啊。吃保佑，这是照顾身体。其实，所有的是水分上的嘛。当地人生，你读足好的大学，读足好的人哦。啊，每一个人咱给伊2500，每学期咱拢有啊，高中、初中、甲研究所拢无同款的奖金。咱希望按帮助在啊弱势、较困苦的家庭。为囡仔会当放心啊，认真去学习，啊嘛鼓励因嘛爱有回馈社会，心存善念，爱友好父母啊，咱唔忙失志，只有认真读书，才会当改善咱的家庭哦。所以市长每一遍咧颁发这个啊奖学金啊奖助学金，拢特别来鼓励咱这些青年学子，一定爱有志气，爱认真读书，爱有信心。好，友好父母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。